29号，据媒体独家报道，池昌旭将于5月19号在首尔汉南洞举行粉丝见面会。这次粉丝见面会是他今年4月27日退伍后首次和粉丝见面的正式场合。他为了报答在服役期间等待已久的粉丝们的厚爱，正在准备各种舞台和活动。他的粉丝们纷纷留言评论，要回来演我最喜欢的韩剧了，哥哥还是惦记着我们呀，等你新剧，大家一起期待池昌旭的新作品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